知啦，條片嗰啲你知啦，周街都係呢個名。咁但係咧，點解呢隻歌叫做《天命強》咧？因為係想讓你呢個強命。法文咧有個字好中意，好細個已經學識。呢個字叫做 Rendezvous， 啊 Rendezvous 就係睇住個篤鼠佬喎喺度隔離，大家約會嘅地點。咁所以一啲浪漫嘅歌。約定你，那不如就在法國巴黎香榭麗大道那裡有一間咖啡，有個咖啡座 Rendezvous on Cafe， 不知道什麼東西，不知道什麼 Aubrey 還是唱什麼歌，是Aubrey的歌詞，吓死啊你，你有病啊你，什麼人渣，佢左邊右邊擋住咗嘛，佢要食咗架的士，食佢老味啊！咁啊，右邊劈翻你咯。